崽子每天一遛啊，又到他遛我的时候了。晚上了，我们吃完饭下楼了，带他去溜达溜达去，溜达一圈啊，又往我身上扑，又往我身上扑。哎呀，给他兴奋完了。你说你老往人身上扑啥嘛？走。啊！及时的扯住他，走，遛弯去，走，走啦。哈尔滨这两天实在是太冷了，好像说过两天气温回暖，等气温回暖的时候我再领他去露营，这两天只能先委屈他了，在车上让他自己在车上住了，只能委屈他了。等着哈尔滨天暖和暖和的，我看看那个啥，我就上江北的大剧院我去看看去，那边要露营的话我就带二狗在那儿住几天，在那儿住两天，然后回来这两天。不过这两天实在是有点冷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尿尿这二狗，他还这么尿，我真是服了。你看，你们看啊，转圈来，他不会停下那什么，谁让你叼那塑料袋的？你他妈逮啥吃啥呢？还转圈尿尿呢你？刚才又拉了好多，拉出来就好了。在这等我呢，看着二狗。我在后面拉后，他就站着站会儿，等着我回头看看我，跟我爸俩人在前面呢。你看等我呢，又回头看我。你给我老实的，别看人别的狗又激动啊！你给我老实的，你给人小狗吓的。你看这小狗激动的完了都，愣往上冲啊！你看，正了命的往那头去，你别吓着人家。顺道又买了几个丑橘，然后买了几斤鸡蛋。哎呀，橘子呢比我们家那贵，我们家丑橘6块，然后鸡蛋呢比我们家那便宜，我们家那鸡蛋是5.5块。是有便宜有贵的啊，二狗搁那儿，我们家那边鸡蛋卖6块，这块卖5.5块，我们家那丑橘卖6块，这块卖7块。又给我爸买了桶啤酒啊，每次走到这几个商店门口，就这个啤酒老多了，我爸老看。然后问他喝不喝，他就说不喝。我今天就给他买了，回让他尝尝。溜达回来了，累死我了。天天反正我觉得不是溜他，是溜咱俩，是溜我和我爸。妈呀，一天我爸溜的最厉害，早上溜一遍，中午溜一遍，然后晚上还得再溜一遍，我一天跟着跑一遍。掉毛掉老狠了，我寻思话不行，咱把它毛全给它刮了，重新长，反正夏天热了。刮不下来了，没了，基本上是吧？哎呀，行，给他喂点水儿。这家是给渴的呀，哎呦，一天天可能喝水了，一天得喂他5-6遍水，还这样喝。你在这吧啊，这两天委屈你了啊，自己在车上吧，没办法，说你也不长脸啊，上楼上。你就在人家又拉又尿的，你说咋给你带上去？委屈死你，委屈你了，你在车上待着吧啊！行了，我们上楼了啊，明早下来啊。他是真不长脸，你说你在楼上又拉又尿的，你说咋给他往楼上领吧？没办法，这两天就委屈他了，让他自己在车上了，真是没有办法了，啊，在车上待着吧。然后我们上楼了。